我就是现在就是普通的，就是说分教嘛，青年教师嘛。然后今年35岁，35岁，然后入职的时候是20年，20年31岁。然后我们这边现在你就说，你是说，高，对，高校里面就是入职的话，现在都是非升即走。就是好，就是说，我现在这是个头部 RAL 嘛，大概是这样子的。然后现在4年，然后四年现在就是35岁，然后现在就是大概没奋斗上，就是说，哈哈哈。大概可能要，就是要在这个学校待的话，可能要转岗，你说就是他不转会，是什么意思？就是高校里面有这个，应该你就是说你在那个大学里面。待会大概他是那个有专任教师，就是给上课的，他还有那个实验室的，就负责实验室的，大概管理实验室的，他可能要你去管理实验室，这就一那种个是样吧？子，因为我不是很清楚，因为我那时候上学可能比较早，而且我也不关注这件事情，所以我不是很清楚。以前的时候我就知道有讲师、教授，然后讲师、副副教教授，授，然后教教授。授。我可是不是老师，当管理的更难？我不清楚。管理的他们有一些管理的，他们是给就是你看哪类管理的，就是说学校里面有两类管理，一种是那种院长那种这种相当于双肩挑，他们又是老师又当管理，他们是比较有能力的那部分老师，他们叫双肩挑。然后还有一部分是只有管理那种。他们是，就是说，按照这个划分，地位是比较低的，但是实际上情况不一定是这个样子。在这个，你是在高校里，像你当老师的话，就是还是尽量的不要转岗成你说的其他的这种，是吗？能转回来吗？比如说让你去管实验室了，你还能转回来吗？少，一般的话，除非你做了又做一个很特别的好的一个工作，然后。但是那种几率就比较小，反正我对，也是听说过，现在因为进高校不像是我当年的时候嘛，因为我当年的时候你留校也好，或者什么也好，我看起来也不是说，当然也是挺比多较的，难了，也是比有一较部难，分，对对对，但是还是可以。好像现在你是不是就是说防止近亲这种的，然后就是你在本校中你几乎是不大可能了，是吗？没有，就是说，留校的话，大概研究生、硕士，现在留校可能。本科是不可以的，大概硕士的话可以留校，但是辅导员啊或者是什么的，行政岗是可以的。对对对，你这样说，对，我上大学的时候，辅导员就是在那里读博士，读什么？但是我上大学的你时们候那个学校可能好。博士还可以，就是那个啥哎，博士就当我们老师，本科教本科生，对，博士生还是博士？应该是读博士的那种。比如说我上你哪门课，他就是在本校中读的博士，正在读的博士。在我们系里，那个时候可能比较缺吧，对对，以前的时对，候，因为你比我我还年龄早，比较大，大很多了嘛，对，就以前的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卷。我也是听很多的，就是，因为高校中是不是没有这个限制，35岁这个限制？你一说35，我这个神经比较敏感，因为程序员中经常有因这为高校也是35吗？个，这个高校是也有。我不知道程序员谁定的这个35。就是最大的那个遥遥领先嘛，那几家公司，你他三定十这个五三了，十五。对，不，他就不招你了，不，也不是谁定的，你考公务员，你35你就不能报了，是不是？这个我们这个高校里面就是35，就是这个基金委你知道吗？就是自然基金委有一个就是那个就是有个35，就是青年项目。他有年龄限制，超过35就不让报了。是这样，也就是说，你想在高校中待的话，你需要一些青年项目。就是政府给你搞来的，不是政府给你搞，就是你通过某种方式选上就是给一笔钱，给你个就项是，目是吗？就是国家那个，我们国家有个自然基金委。这个机构潜力超级大，就是大家可能都不太清楚。
这个机构权力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对于高校老师来说，比教育部权力都大，就是跟你密切相关的。那基金委它有两个重量级的这个任务，就是一个是青年项目，一个是面上项目。面上项目是什么意思？对，那基金委就叫，那全称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啊，这个跟美国学的，美国也有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基础科学嘛，就是说高校大部分都搞基础科学。基础科学你不能让，企业去资助，然后也不是省级政府的，任务是吧？是，应该基础科学应该是国家来统筹负责是吧？去支持。对所以对对。说，国家层面有一个自然科学基金委，然后这个基金委。他每年会有一个集中的时间，大家去提交你的项目书。对，你把你的项他目是书申请，你评要审做什是么？吧？啊。对，然后你要做什么？我需要你的，我需要做什么？然后大概写个预算。然后这个，比方说青年项目，目前之前还有比较灵活，现在就是定额30万。是这样然啊，后，我明白了，对，就是然还后是你给一笔钱，然后还有那个你的名头是吧？就相当于这个获得认钱可是了是次要吧？的，对，你这个获得钱认是次可要了是的，吧？啊，这个名头是重要的，钱是次要的，钱30万、10万都无所谓，这个关键是这个名头，是这样，就对。已经说你已经进入重点培养行列了是吧？你可以再混下去了。对，然后每年的话大概会有像青年项目每年会有17万，15万左右吧。全国就是大概有15万人申请，然后批下来是2万多。这好难啊，我觉得，这个竞争压力，对，资助率10%几吧。对呀，这好难呐，而且这些全部都是，就是工作，就是都是博士，而且是。愿意去申请的博士，就是说不在企业啊，都是在基本上都在高校里面的这些，大家来是卷不一是卷。你申请的话？与你这个学校的也有很大关系啊，比如说你的平导台师也占一是，部分，对对，吧？它各个部分都占。然后你这个，它里面会写你要做什么，然后你这个东西为什么重要，你要写清楚。然后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你有什么。基础就说你之前发过这方面的文章，做过这方面研究，我这些基础跟这些密切相关。就是你不是能这样。说啊，我想做一个什么东西很重要，但是不是你没有这方面的研究基础是不行的。那个基础大概能占比重，现在就是很高很高是这样啊，我能明白这个东啊。西，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有没有那种就是你导师是非常非常厉害，就是你博士生导师是非常厉害，他有没有那种推荐的那个啥？比如说你导师有一个超大的项目，然后你从中挖一块过来，然后去申请那种，我觉得成功率会不会高？没有，没他有那个啊。青年项目就是，他现在就是更加的去看，就是说看人，就是说相当于，以前是选本子，就是说这个申请书嘛，现在就是更多的是要选人，相当于为国家去选材，是这样，哎，就是确而实，且是独立的，独立的。就也你申请就是了，然后中不中你也确实干预很少，你没有办法干预是吧？他这个评审啊，评审到什么时候评审呢？就是，大概就是，的，这个有，像我们这说有叫小同行，有大同行，就同行评议吧，同行，对对因对，这样为，会懂吗？对，懂，就会交给懂的人手里面。就说什么叫同行呢？就是说在你这个领域，然后他以前他中过，他拿到过资助。然后就有可能会你就可能会收到一本子，就是来评审啊，对，然后就是然后打一个 A B C D，是这样。对，然后确实全比国，较难，我能感觉到非常难，因为它的竞争率实在太高了，大概10%嘛。
10%，嗯。啊，你不是17万，只有2万嘛，就差一点点2万多，将近3万吧，2万5以上，嘛。啊，这嗯。个确实比较厉害。然后啊，我就是因为我听你的电台，然后各种各样的人生嘛，我就是想，也想讲一讲，就是说科研圈子啊这种这方面的人，因为我们其实人的比重也不少，然后也可能是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就是想让圈子外的人也对科研方面也有，就是我们这帮大学老师啊什么的也有一些了解啊，我也没有是那么非神常秘啊什感么的。兴趣。但是很多人上过大学，但是上过大学跟大学老师就是接触一下，交集但很是，少，对。对对，基本上人家讲完课就走了，而且我还不想上课呢，大部分都这样，是不是？对，我这边也带那个班导师嘛，然啊，后我第一次就跟他们讲，这个一个大学的排名，就是说就是中学、小学的排名是看你们的升学率是吧？对对。啊，那大学你还有什么升学什么的？他一个学校的排名，他不看学生怎么样，他看。老师怎么样？你这个老师，学校的老师好了，这个学校的排名就上去了，是对这对，样子是这的。样，大学的是这排样。名就是你这个老师，这学校的老师申请国家项目能申请，哎，这个学校申请了100项，这个学校申请了50项，那不肯定是申请100项的这个学校层次更高一点。对对对。所以说，学生就是老师会，不管老师就会在。学校在老学生的上面就是花的时间什么的就会少一点，学生就是只能自己靠自己了。对，是因为，哎，说实在的哈，我以我的感觉来说，因为我不是那种就是天天去上课的学生嘛，很多课我都逃，基本上有一点事情我就逃，包括打游戏或者是，因为有很多老师你知道特别点名的那种，你确实要去，就那种啊，我会去一下，因为你缺课太多，他给你个不及格也比较恶，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但总是能碰到那种老师嘛。然后那个无没所办法，谓。那就去。但是很多的老师就是说，哎呀，你不想来就不来嘛，那种的话就很多就不去。所以呢，我很多的时候在大学里，我总感觉到是自学的，就是看凭兴趣自学的要多很多，但考试还是要考的嘛。对，对，所以像。专业课那种，就是一个专业里面有可能不到10门的专业课，应该是老师应该是比较负责任一点。其比如他的说，课应该大概都无所谓。对呀，因为大学里现在我不太清楚，以前我们上很多没用的课嘛，对对，都是是老划师水有课课时嘛，量的任务，对，老师就是那专业课。都被别的老师上了，你不能不上吧？那你就自己开门课吧。对对，很多都是划水的课嘛，有时候嗯。我也会选那种，就是我们有必修课是必须要选的，然后选修课呢。大家都会形成一个，我不知道你上学的时候是什么，我们都会知道哪一个选修课是比较容易搞一下的，就是我们就会选那一种。比如说对。我选的比较扯淡的选修课有什么？有，西方音乐，对，那个都是抢的，对对，那种抢不到的，你要好好的去抢西方音乐呀，什么就类似于抢这一种，还有就是西方哲学，你一听这个课就好。因为你也不用去正儿八经的上，然后我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这样，就是我们是有一些必修课，有一些选修课。必修课是你上不上都要必须要去的，比如说高数，然对，后一些专业课，就像美操作系统学。啊，肯定是要学这种。对，那个老师也要负责的。对对对，然对，后还有一些必修课是那种我们那时候流传一个，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叫什么四大名捕呀什么，就是说抓课抓。不及格的人很多，就是补嘛，四大名捕，就是说有这几个老师，妈的选了他的课就完蛋了，然后我们尽量避开，但是每一个都有这种，选就是说必须要这样的课，就是必修课，他又对，特别的认真，然后哎，对，我知道有一个我们上那个计算机组成原理的那个老师，哇，真的他就出的题很难，然后呢，他就是59分，
他就给你59分，就不带加啊，不是这样，他说你只要考59分，那我就会给你61分，你就记住我给你加分了，但是只要低于59分，其他就是不及格，58分别来找我， 58.5 也不行，他说不会出现60的，所有的都是61分，你就知道我给你加过分了，如果你60不是，你是说得了60分的话，我就会给你得62分，就这个样子。啊，那个老师是真的特别特别严格，你说是不是特别好呢？实际上你想想，我们学了这个计算机组成原理好像也用不上是吧，但是确实很难。应该用得上吧，你那个我看你后来做那个路由器什么嵌入式的一些应该组成原理用到的。也是也能用上一些吧，但是它就是过于难了嘛，就是特别严格。我能想到的就是说它特别严格，然后好像也其他的也好像是觉得过了这门老师的课，他经常抓学生三分之一吧不及格，我们那里不能够长期不及格，跟现在不一样，我们那里你如果长期不及格要留一级的，就是还是比较现在好像是学生人家说没有那么严了，以前的时候好像我觉得还有点严。现在我们这边是我这边我们要代班班导师的，班导师是比方你要评职称的一个必要条件。哦。所以说代班导师的话我带一个班，他今年大三的话有两名同学就是现在要退学了。哦，这退学的话33个人吧。就是因为考试的原因吧。就是他现在就是说完两个学期两年嘛，就说现在大三嘛，他两年他的就是说丢掉学分，就是说不及格的学分有超过40分。哇，40个学分啊。超过了40个学分。那得十几门课。就是所有的专业课，就是说极个别的可能过了一个，然后所有的专业课都挂掉。而且数学啊英语也都挂掉啊，是这样的。哦，这个就是属于纯粹去放养了，估计连最后突击也不突击一下，我估计是这样。还有一部分就是自证的，就是说毛泽东思想啊什么那些也有，对，也有挂的。对，我们那时候太多了。我们毛泽东思想概论，然后马克思叫还有。邓小平理论，我们那时候考到34门，我们都是那个什么的，都是开卷的，你自己去扒拉书，不考，但是也找不大到，你知道，因为平时不学，还真找不大到。就是，反正，现在就是这样的，就是你就有一个学分嘛，学分你要是累积超过40，那就是退学。他超过30的时候，有一个退学试读的一个机会嘛，就是，哦，相当于一次一级级的给你这个。警示告诉你现在很危险了，很危险了，然后你仍然是学分不断的去往上累积，那就退学。对对对，你不是现在也挺常见的。哦，这很多，也就是说确实哈，你这样的话只能找另外的出路了，比如说这个小伙子虽然退学了，但是以后功成名就，然后学校里又会请他来给他个教授职。我觉得他回去最好的就是回去赶紧回去高考，再参加高考，不要选这个专业了。哦，他对这个专业可能就是特别不感兴趣，是吧？我们这个对我这我在的这个是物理。哦，很难，其实是对本科层次还是比较难的。对对对，物理是比较难，因为哎呀，我们那时候就是。以前的时候我号称我认为物理是比较厉害的，但是上了大学之后发现哎呀，一上这个大学的物理是有点难度，尤其做实验我做不出来。以前我总觉得我动手能力特别强嘛，然后比如说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做牛顿环，你肯定教物理你知道吗，做牛顿环那个实验对里面不有个激光，我靠，人家比较快的可能一个小时做什么，我在那对着那个激光在那里看两三个小时，妈眼都看瞎了，也没给整出来。那老师说明天再来。好，真的是我做了个两天，第二天终于出现了牛顿环，那拧不出来。我估计是不是设备不行？后来发现手也不行。反正你稍微一动，哇，牛顿环又没了。慢慢做。那时候我记得，
给我挫折感最大的就是这个，就觉得啊，那眼睛就是一睡觉之后都感觉到有个红点在那里，看那种激光。还有那个，对，我们当时数那个干涉条纹。哦，对对对，那个我也知道。对，哦，你这种就属于，哎，物理好就业吗？物理不好就业，就是不好，说，他在就业里面算，对，算差的，偏差的，但是不是太差。哦，因为还有一些很差的那种。那个数学现在好就业吗？数学比物理好就业。好一点啊，那我比这这个些。还好一点，就是我们那个我那时候喜欢学数学嘛，然后我数数学学比应较该好。说比物理现在就业，对，好一点，好很多可能。哦，但是那时候你能做的事情也不多嘛，就是我们那时候毕业的时候哈，就那时候特别想选一个辅修课，很多人就去选经济学的或者是计算机的，我是跳到计算机这一个，因为我已经看到头了。那个，要不你就去当数学老师，其他的好像也没有什么。后来的话，我发现到了社会上，他也用不上数学，就是可能我没有进入这个什么。对我来说是对，很简单的嘛，比如说我要在这里写编程，他用的数学就特别简单啊，可能就用一些线性代数啊，这一些做一些线性变换类的，它算是比较难的了。其他的就是我可能没有研究的特别深入啊，因为写软件用不着嘛，就做图形对。学的时候可能用一些，后来的话慢慢忘，慢慢忘，哎，基本上都还给老师了。现在也就是能费劲巴拉的能解一个。这个微积分是吧？双重积分或者三重积分还不一定能做出来，基本上就这样。我大学的时候也辅修了，我就是物理呢，我也辅修了一个计算机，哦，就是把那些专业课，就是你说的计算机组成原理啊，从第三数学开始，这个网络，然后那些体系结构什么的，对，也都学了一遍。对对。那我。你，我觉得你应该属于那种，一直在，就是你肯定要学习读到博士，一直在学。你可以给我们讲一下，哎，啊，对，这个经历嘛，就我们对，肯第定二是个，没有，其实我经历也很普通，就是，我那个本科其实并不好，本科比较就是双非嘛，其实双非，但是就哎，是，双非到底是啥？现在我经常搞不清楚，双非是啥？你让我想到了像另当外时的事情。985/211的时候。叫非985非211，就叫双非是吗？但是它层次就是，到211的层次了，但是就是因为各种原因，就是省里面没选上它，就是211，比如说985、211，它是一个什么标准吗？就是政府强行指定的？不是。不是，哦，985更早一点，985是98年5月份。哦，那个是时候这样是啊，江主席嘛？江主席说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然后要选了38所吗？哦，是这这样，38所指定要冲世界一流。哦，世界一流的985是然后到1999年还是2020年2020年可能之后了，然后又说我们要建设100所。21世纪面向21世纪的100所大学，211，哦，二是十一世纪这的样。100所啊。哦，我都说实在的，我们那时候都不太讲这个。后来，讲的名堂越来越多，整得我这个一愣一愣的，就是又然什么？后就是大概就是985就是前40，然后哦，211就是前100，全前国一前一百是百吧？啊，大概就是这样。哎，他之间现在，因为我觉得高校的光环实际上对学生越来越小，目前来说是这样，是不是？还还挺是重要的。你在那个比如说你读了一个985，然后或者是你读了一个就是比较什么的，我觉得对找工作现在有特别特别严重的影响吗？还是你在教育系统中比较严重，还是其他的不我太觉严重？得找工作，就是我觉得找工作也挺重要的，也挺重要因为现在卷嘛，卷的话，那就，哎。我们收到了100份简历，那么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这种规则去筛嘛。
而且这啊，种对对规对，则去筛，一般就是出错的概率也比较少，对对，出错大了概你率可啊。以让学校背锅嘛？你说我都给你招了一个北大的了，他傻逼，我有什么办法？对呀，啊，那就不是对我的责对任了，对，啊，对对谁对，都知道啊，对。然后啊，另你外一可个就是对，以，你可以继续讲你的求学经历或者什么。然后那个学校也还可以，就是说它在省内，其实也达到211层次了。然后就是因为就是在那两所学校 PK，然后给了另外一所学校，当然每个省要有至少一个嘛，哦，啊，是这样分配的。所以说西藏大学啊。就是最差的那个西藏大学也属于211，哦，是但是这它样，全国可能排名到200多之外哦，了啊。然后其实我高考其实发挥是有点，就是说失常的，大概可能少考30分，大概样子，哦，那挺多了，那挺多了。其实在那个学校我就是，就准备考研吧，准备考研，我也没有，高考完之后也没有这个复习的打算，大概还可以上一个还差不多的学校就上了。然后考研的话，后面就是，也没有，大概也没有很费劲，所以说就跑到中科院。考研我后来回想，就是还对我这个人生还是挺关键的，因为从那个学校毕业。后面如果直接就业的话，可能不会有太好的工作。考研的中科话，院有本科吗？没有。中科院没，现在中科院体系下有本科。哦，哎，就是我，主要是我离这个太久了，我也知道很多人就是说，那个中科大不是在合肥嘛，是吧？就特别，哎，对。对对对，他中科大跟中科院有联系吗？有的，中科大算是中科院的儿子，就是哦，先有中科院，啊，然后呢，中科院就是50年的时候要，当时要建中科院，要搞一所学校，就是中科大。中科大原哦，来是在北京，哦哦，对对对，好像中科我大原来听是在说北京。传闻是为什么去了那里，比如说要做什么实验室什么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真假。说北京的。具体为也什么不好迁说，是吧？走？对，我也忘了。反正是有个原因，后来迁走了。啊，最后，但中迁科走院是不了。是全国都有中科院这个地方，不止北京有，是吧？我对，看中北科院京倒它是这到处都个，是。对，中科院它这个模式就是，有各个独立的研究所来组成，组成这个中科院。也就是说它是这你样这样的话，你就是去了某一个所，是吗？什么所？什么所？锁啊，对，哦，是这样。因为我有时候我在北京待过一段时间嘛，哎，我看到很多很多，就中国科学哎院呀，什特么别什么多，石油什么研究所，什么古生物什么研究所，它挂着牌子就挂在那里。然后有时候朋友也好，或者是网友也好，我发现哎，他说在里面读书，我当时就想，妈的，你读啥书啊？这里面还有中科院什么计算研究所。我都有后，是，他其对，实计算就，所。对对，然后他实际上是，因为我看哪里好像是就，我真的忘了，反正我以前出差过一个地，哦，洛阳好像也有个中科院什么什么所是吗？那可我能们，规模就比较小，也可能也有。然后主要哦，是北京，除了北京之外，就是上海、西安，哦。上海、西安还有南京哦，就比较大啊，的东都北有哈，沈阳，对，大哦，连啊，比较大的一些城市，哦哦，是这样，哦，行行对，行，它，这样我就能更理解一点了。什么时候人家报志愿，我就可以再吹吹牛了，是吧？因为我离开这个教育体系之后，就再也不去研究他们了，对，中科院的话的所的研究所，它大概可能全国有100左右。哦，那但非常是多虽然了。它比较多，但是它在每个所都是一个专业嘛，都是一个专业方向，它在这个专业方向上都是顶尖的，就是虽然比较多，但是它的就是质量，都是在这个方向上都是顶尖的。
然后就除了这些研究所，就是相关还有很多研究所啊，包括省级的那些省，还有好多研究所。其实就是说，除了中科院，还有好多研究所。但那研些究研究所所的可话，能，是不是你去研究所更容易拿到钱，是吧？比如说更对，当富，时是我吧？们考研究所的时候，就是比我也一部分看中了这一点，就是比学校里面拿钱多一点。因为这里我相信他老师什么的有更多的钱嘛，他，对吧？对，研究所它一个是，对，它一个是会拿的钱稍微多一点。当时我们那个时候是九哦，一百个月是吧？研究，对，哦，像当时我同学有去高校的，大概是500现在的样就子，我访谈过说，现在都是纯交钱进去。对，现在交钱，但是会返，他会通过奖学金的形式再分配。哦，是这样。就是说，所以说，如果你拿到年，就是说班级的前一半的话，可能你还是相当于不用交钱的。哦，是这样。最后那些什么没有奖学金的，可能得交钱了，就是相当于你交了钱没有返给你。那我上学的时候真的是黄金时代，我每个月拿3500，然后，对，你那个，我听过你那期，你那个导师应该是挺难得的一个，非常难得的，对，不他可缺少。每个月给个3000多块钱。现在就是研究生嘛，就是看导师了嘛，看去，就说对，每本个来人没的发想到展这么前多途。钱，对，好，你继续讲这个中科院，然对呀，后，到中院之后，先是一个硕士读硕，当时是硕士，因为我那个导师他是没有博士生名额的，不是，他是个硕导，他不是博导，但是他在一个团队里面，中科院这不是一个团队一个团队的嘛，他就是他团队里面另外一个老师是他的师兄，就是他们是另外同一个一老个师师是。啊，同一个老师。对对，之前同样的老师，然后是博导，所以说中科院系统里面就有一个简单的一个程序，就是，你不需要硕士毕业，就直接就是有一个硕转博的一个答辩，你硕就转博是啊，不用考硕试是转吧？博，对，不用考试，然后你就做一个报告，很简单，就说我做了什么，我这2年我做了什么，接下来怎么做什么。下面也都是，也都是认识的人，大概给你打勾就可以了。现在是应该这样。也是这个样子，比较就是你这个两个老师都同意了，你别人还说什么是吧？是吧？反正也不是你带是吧？你何必对要呀，管？人家也是博导是吧？然后就转了，转了就是读博，然后最后硕士加博士，总共是6年，就是毕业。6年是吧？总共这花了还六年。是比较快还是比较慢的？6年。我们那个时候算一般吧，我们那个时候算一般，因为那个时候最快也得5年，叫硕博连三读，加二或者2+3。2+3，就是连读，就是说不管是直博还是硕博连读。是这都样。是对，都是应该最少要5年，就是不包括那些就是特别优秀人家就提前答辩的，绝大部分。但是你是不是读博士的时候已经就是自己干活、自己工作了，还是真的没要有。没有啊？现在学生就是独立很晚，基本上就是老师的课题。你不能够参加社会上的这一种。这种工作吗？就是你去干半天这种的。就像你那种，对，不行，不行是吧？你可可以能。啊，但是你怎么毕业啊？对，因为以前的时候我就是这种人嘛，我去了之后就对对是对，崩溃了，所以我就要到外面去，搞点活干，赚点钱或者什么，因为特别不想读了，我是这一种。我遇到的就是我家庭条件也算一般，就是说。农村里面的，然后比我不管好的差的，几乎都没有
在外面干活的。嗯，像我们那个时候的时候。那可能是我那个导师是工业界的啊，也是他特别的希望我们赶紧去见真实的项目，嗯，去真实的而项目。且也分专业，我们这个物理它哦，与对这对个对，计好，算机不一样呀，计算机对它社对会上就对，可以拿钱，对对对，嗯，而且你物这样理，的话，在那里然后再找工作，是不是就比较好找？对，然后你看博士毕业后面，其实学术圈里也是比较，是一个人性化的一个社会。像国内啊，基本上都是，就是学术叫就叫这样叫学术，我能理学解，术我这能个理解，传承，嗯，对。我能理解。然后就比方说，然后我又去在北京当时其实我博士毕业，现在博士之所以就是说不去社会上去搞一些职业，就是博士现在是毕业有压力的，一个是你要满足博士学位毕业要求，像我们那个时候，中科院是要求偏低的，它是两篇文章。哦，他不要求发特别顶尖的这个，也不要特差的，哦，就是你得说得过去的，就是不用顶刊，但是也不能太差啊，是说得这过样，去的就叫现在的普通期刊吧，就是你说，你继续说。就是那个毕业是中科院是偏低的，然后高校好多高校好像还更高一点。哦，是这样。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也主要是我不了解，你可以给我相信很多人也不了解就随便这聊个，啊。博士后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后面我又讲，这个我去做博后了，因为我那两篇文章其实去找职位，就后面就要面临去，如果在学术圈里面就要去找高校了嘛。其实是找不了很好的学校的，就是，那个时候，如果去的话，因为我有一个，有同样差不多的，可以去山东，比方说每个城市的一个学院，对这对是，个。其对，每实个这城市个不是有哈，个其城市什实么学哦，院的吗？对，我知道，其实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们也不用，就是说自我诽，就是妄自菲薄也好，或者是没有妄自菲薄，没有对没有，对，自高自大也好，其实我是想讲的是什么，这与我真们实。你出生的年代有巨大的关系，比如说你要是我那个年代毕业，博士毕业，哇，你这个你随便选，真的是随便选，你即使硕士毕业的话，很多高校都要你，而且你能拿到比较好的，这个就是非常好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样子。其实我可以举一个，那时候咱们不，你肯定也去过上海嘛，他们说上海这个外滩啊，外滩那些建筑，很多都是其中一个非常非常失落、非常落魄的一个人设计的。结果你就会发现，哎，他为什么可以设计呢？因为他在当时没有人去给上海设计，就找了这么一个落魄的人。他也不是说特别出名的。你要是搁在现在，你不要是世界顶级的建筑师，你才有机会设计嘛。其实对，就是就这个样。是。其实现在，包括我也看到了很多，就是海外留学归来的这个博士啊，找一个比较差的。其实我是说，并不是他能力不行，而是时这个代，时代就是这个样子。变他没有了那么多位置了，因此呢，你只能卷在这里，不停的卷卷卷。哎呀，我知道我以前，哎呀，说实在的，我那个时候毕业的话，我那个时候毕业的话，你去当老师啊，你就可以去北京的这种高中去当老师，真的是我看过他们去招聘了，就招本科生去教。现在你没个博士，我估计你去不了北京的这个当老师吧，高中啊。对，对对，就是这样，并不是说他们多厉害，就是时代的问题。你可以继续说，比如说你拿了博士，我相信你放在我那个时候毕业，你随便找，你可能就能去清华当老师，都是非常有可能的。因那为个你在时中候，科院那个嘛，时候，对，那对个时候对对，已你经可以继是续讲。一七啊，年的时对，候就是说因为年龄不合适。
那个时候年龄还没17年，但那个时候年龄倒还没什么问题。就是其实那个时候17年，那个时候博士已经比较多了。大概也可以。其实回头想，现在来看，其实当时去一个学院也还是不错的选择。对对因对。为对，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我没有去，然后又想再花2年，然后再出一点好的文章，或许就可以再去个好点学校，是吧？对对这对。个是当时选择，然后我就来到上海，就是刚才你说我肯定在，我在上海现在也待了好多年了。在上海这边就是做博后，博后的话其实也是我们这个圈子里面的，就是说我博导的，反正就是算是师叔吗？还是反正就是也是一个，同门的，在这来到他这边做博后，做博后3年，三年，也是他也是在一个中院那个研究所里面，上海这边也有一些中院研究所嘛，是这样。3年之后，我们就，一起就是我们整个这个研究所我们。这个团队，我们就跳槽了，还可以跳槽。可以啊，这个高校之间，研究所到跳到学校挺多的，是整个部门全去。其实我们部门也没多少人吧，就是有留下来的，然后不到10个人，是这样。我还以为没有，这是刷新我认识。我以为都是你从研究院中干到直接老，挖掉整批人，是吧？对，这也是个人的一个选择，就是我们这个头头，他的一个选择吧，我们是在哪都可以的，对，他是一个选择，是然后我这们样。就跟着他走，像这种目前就是前段时间是国家有好多就是。中部的去西部的挖团队的是吧？当时国家也是有禁止说，就是像有这种就是尽量就是不审批，不让去这么搞。我也觉得是有点点，你不觉得是也是有点问题？比如说哈，我只是站在我这个，因为不管是你中科院也好，还是高校也好，都是属于同一个直属的管理单位嘛。比如说你上海那么有钱，是不是？你去哪个地方去挖人家？比如说我不好说哪里，比如说新疆也好了，我不，也许有人家新疆那里在做团队，你过去给人家个2.5倍工资，那里岂不越挖越穷，挖没了吗？不就？对，对这国吧？家是对于东部挖西部的这个是有一项专门的这个规定的，然后是这这样。个同样城市的好像没有这规定，大家就是随便嘛，语言这样单是位合理放，一点，合理一点，我觉得。对，语言单位放，然后地方单位愿意接收就可以。前段时间不是有一个北京计算，就是过年。过年的时候不是北京计算科学中心，当时有个女的一个结清想跳槽，然后被语言单位卡住，然后她还在网上去实名什么说语言单位，那个事情你听过没有？我没有，就主要是就是科研圈的，我关注的比较少。反正就是也有因为这个跳槽的事情跟单位闹掰的，也有的，就说我这个单位好不容易辛辛苦苦培养培你养上了了一你是个。吧？对，然后帮你拿了这个国家的什么那个帽子什么的，然后结然果后你你走了，对，拿了帽子就走了对，是。也就是说你其实还是像足球转会一样我就砍你一下，让你也不爽。但是我觉得在中国人来说，你这样就完全不行了。你在这个原单位，他不管怎么卡你，你在这里是混不下去了。我觉得是这样。所以说一般就是对方单位谈的特别确定了，你才要跟原单位说，要不然就，对呀，您这个非常痛苦嘛，你在而这且里我也们混不当下时去。也，我们团队当时也还好，因为当时研究那个研究所是做了一些，就是主攻方向做了一个调整，就是说，我们算是基础的，基础的要
就是说本来就要调的，就是说本来也要去调的。然后大家其实各个有基础团，基础里面有好多团队，然后他们基本上当时那几年都走了，哦，是这样。那个有个背景的，对，嗯。我们走也是没有什么任何问题。哦，是这样然啊。后对，然后我就到了这个一个上海这边一个稍微好一点的 RL，哦。然后但是其实我博后一间，就是说跟着这个合作导师是吧？其实我没有出很好的工作，嗯。就是基本上还是博士那两天。所以说到这个单位，如果我自己的话，我是进不来的。哦，是这就是样。我们是以团队的形式去进来的，哦，这是种这样。然后但是到这里面就不一样了，到这里面就是考核的个人了，就是高校。高校考核的一般都是个人，然后，中国好多中院研究所一般考核的话是考核团队，是这哦，样是的，的。这个是不一样的，哎，就是考核方式不一样嘛。然后现在就是高校里面一般考核个人，然后研究所一般考核团队，但是也有可能不一样的，就是我带的这个团队是这样子嗯。的，然后个人的话这边到这边之后呢，其实我在研究所是博后，然后到这边就是不是博后了，哦，就是员讲师工了啊，是就吧？是对员工了，然后就从最最底级开始打起嘛，就跟打 boss 一样，从这个，其实讲师也不是最底级，你知道吧？我不太清楚，反正我知道讲课的话，讲师算是比较啥对，讲课是应该是吧？讲师算是中级职称，然后哦，不是管这是样。副教授还是教授都是高级职称。哦，是这样。还有比这个低的吗？叫什么？低的是初级叫，助教，助教。哦。助教也在这个序列里面。哦，是这样。我知道助教，我以为是就收收作业、布置一下作业的这一种，不讲课。那种对，然后也可能这个名字比较起的比较重吧，这里面可能也有一个这个对，也有个助教，哦哦哦，行行行，你继续讲，主要是我不了解。然后到讲师的话，讲师这边现在上海，它是跟城市有关系，就是说目前在非升即走这个你应该 知道吧，我知道，就是前段时你间网上应该也是这个应该是出圈了的。啊，对呀，还有，有时候我就觉得哈，给我的一个感觉好像是。每一个行业，每一个人，好像都很苦，你发现没？对，不苦不干活嘛。对，你真的有时候我就想，哎，你那个啊，这他都已经干了这么多年了，你竟然在一个高校中待不下去，我就觉得是有点，因为他你让他教当老师嘛，哈，他竟然好像比老师还要苦一些。比如说你上一个高中当老师。实际上没有这回事嘛，人家一直当下去就是嘛，哦，对，对，就是没想到，他，嗯，你不同的人，你再看，就说你这个人你，他不管，就是说你看光鲜亮丽什么之类的，他这个背后他所承受的压力什么的，都是可能都不小。嗯嗯，我也现在越来越认可了，就是我们没有从事那一行，不知道那种苦。对，所以说你跟我说谁。就像之前有些人说谁谁，就是说别人多么多么好，然后年薪100万对，啊，我现在已经不是羡慕了，我就想这个人承受了多大压力。对，那他每才会年你每对，要你要年薪100万，你得干多少活你才能，对，实际上是这样，我们有对得起你这公不司？知道的一些屈辱跟什么，对，他个人对，在这公司你肯定你有对应的贡献。对，肯定是做的，着事这情，个，嗯。然后这边就是非升即走，然后前一段时间不是也有，就是说目前就是这个是大概是从我们国家之前是没有这个制度的，哦，2010年可能大概这个时候，左右引进来哦，的，从美国引进来的吧，哎，美国这个是不是有点学这个终身教授这个职位，是对吗？对对。对对啊，
美国不是有那个终身教授那个制度对对，吗？就是你不是终身教授的话是比较苦。都是合同一个合同，一个合同一对，个合同。对对，哎，是不是你拿到了某个东西，在中国也相当于拿到了终身教授这种？非就是非升即走，考核成功了，就是长聘了。哦，这样就你就只是中要国考的核非成，升即走，哦，对。是，哦。在中国这个终身教授大概更简单一点，就是大概副教授就可以，我们就叫做上岸了，就说这个，一直在这了，还可以。对你没有副教授，你就是还在水里面，哦，是这样，哎，然后，确实比较难一些。对，然后这个大概是2010年，然后从清北开始，然后慢慢的去985，然后一些现在985应该全部是了，到211的话应该是比较那个保城市的，就说，对，好像是，就是说城市好的应该是有，城市不好的应该还没有，但是哦，慢慢这个形势应该会慢对慢扩对，大，最后我估计要扩大到所有高校。就是看情况吧，看这个市场的供需吧。对对对，这个还是是这看样供子的，需，对。然后非升即走的话，它大概就是给你2个星期，1个星期3年，2个星期的话就是6年，第一个星期无所谓，这个基本上随便都能过关，然后这2个星期的话，一般就是，要求就是一个国家级的一个项目。再加上5篇文章，哦，国家级的这个每年一评是吗？国家级的这个对每年一评，哦，这样的话你可以有个6次机会是吧？6次大概也就是5次吧因为最后一啊次就该那个什么了，就到期了。啊，是这样。然后但是也不一定是6次或者5次，你知道吗？原则上是6次5次，但是国家级项目目前能拿的国家级项目目前就好拿的就是一个青年，就是基金委那个一个青年项目，还有一个基金委的面上，这两个是这个，然后那个面上是很难很难的，然后基本上就只能拿青年那个，哦，是这样。对，青年那个就是35万，这真的是，我觉得也好残酷啊，好这样。所以说你那个博士有一些，所以说劝一些年龄大的，就不要再读博士了或者是你有自己的打算，但是你年龄大了，你读完博士之后，你基本上很难进到这个学术圈了，因为你毕业你可能就超过35万，对，那这样就肯定是拿不到这个了嘛。对，然后这个青年现在我其实后面因为做了一个博后嘛，然后是年龄又延，然后我大概只有3、4次机会。我后面现在已经到35了，没有拿上，然后大概是这样子，然后你就面临的也是，哎呀，其实每个人都要面临这种啊，就是你就是面临你，就是没有办法在这个高校中再通过走副教授就比较难了，是对对，吗？对你明年，比方明年可能还有一年评期，比方那是面上就是很难，就说那个。那个不限年龄，它为什么难？因为它不限年龄，不限年龄，所以说你应该知道为什么难。他因的为申参与请竞争人肯的，定更多，是吗？对，参与竞争的是各个年龄段的，然后各个的大佬都是下场来抢这块蛋糕的。哦，是这样啊，真的是好难，没想到这个高校中，但我有一个朋友吧，他是程序员，哎，在打了几年程序员的工，但他现在去了一个大专吧。当老师，但我也不清楚他大专里应该还没有这个，有吗？我不清楚。他大肯定专超目过前三十是，五了，他肯定超过35了。但是他是30岁左右去的，我看他还在那当老师。大专是不是就是说，他要求国家级项目的这些学校，他一般是卡35，因为你过了35，你那个青年很难了，然后青年拿不上，面上很难。
然后还有一些学校，就是说，就往下面的一些学校，就是它，一般博士它是可以到四十，对，四十，就是说你超过35，因为这个学校本来就是博士，它就不是非这个国家级项目不可，要拿个省级项目也行。是这样。就我这个朋友，但因为我倒是他现在就去了一个技校嘛，就技校，你知道职业技术学校。职业技术学校的话，也就是高考中大概考个，我不知道多少三分，百两多，百分，这两三百分，只要你三诚四心百，想上，估计200多分也行哈。基本上就这种学校，然后他就是教人家编程嘛，教计算机类的。但是他已经去了快10年了，应该，因为他31岁左右，他发现了这个35不能搞。其实我们也有这个，他直接就辞职了。从他是很正确的，对对，然后辞职，然后他就去了。我看他一直在那里，但是我搞不清挺楚好的。他是，当个老是不是师，教授还是应该不是？也大专中有教授吗？我不清楚。也啊，他不一定是教授，我不也知可道能他副是教啥。授，应该是这，我觉得应该，至少应该也是副教授了。哦，他的这个家伙比较厉害的是什么？他一直运气非常好，就是我们那时候考学嘛哈，考学我那时候考学的时候是中国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就是高校不停的合并的状态。就以前你上一个专科，他就给你合并几个专科学校，然后升个就大学，成了一个，哎，对对对，成了一个这样，好像他报了，他考的不高嘛，他考的不高，然后他就报了一个浙江的，但比我聪明多了，他运气也真的非常好，他去一个浙江就是马云那个学校叫什么来，我忘了，什么浙江师师范，范好像，杭啊州师对范。对，他去了是一个东西，但是杭州师范把他那个学校给合并了，因此他竟然成了本科学校，啊，然后他以本科毕业了。然后因为在杭州嘛，他又去了，现在反正他，大厂，然后又去了，就是淘宝嘛，就去了阿里巴巴，然后干干干，确实赚了很多钱嘛，那些年赚的比较多，然后他也对，觉得啊，在那里实在太累了，然后又回到了我们这一边，山东这一边，然后他又去了个高校，也叫高校了，就是以前的时候不是很出名的，后来的话不是。后来的话就是，你这个专科仍然是，他以前的是我们叫初中中转，就你只有初中的才能去那里，他们有所谓，中专和大专哎，对对对，他就是整这个，但是后来呢，那个又升了大专，哦，他竟然又，因为他进一个中专学校，以他的那个履历，可能哎呀，人家还把他够当了，个什么宝，你知道吧？然后他又开大数据课，又开啥的，反正他运气真的很好，然后现在就在一个大就专，大专里当老师，我就知道他当老师，但我也虽然也经常每年见个一两次，但是我也不好问他你是不是教授，但我们在群里都喊他教授，也许是教授，也许不是，我也搞不也清许楚。是教授，对，这个他们也是这个层次，大专里面也是这个讲师、副教授、教授。哦，也是有这个哈，对，因为职业院校的话是跟本科院校，比方说在我们国家就是，比方说层次很鲜明，是吧？然后这边分就比那边分高。比方说应该知道德国那边可能人家有些职业院校就是分，可能还比很多本科院校还高，是吧？对对对对，这个是不的，好说呢，这是我们这个发展层次现在是这个样子，对对对，你说的是对的，就是以后看起来是中国可能也有点想学人家，现在分流的很严重嘛，就一半的学生你别考高中，直接给你整那个啥，中专，中专职业技术学院，叫职业技术学院。然后很多人也就不去了，因为，在我老家是这个样子，因为大家已经看清楚，你怎么说？其实还是钱的问题，并不是看清楚了，因为他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毕业嘛，毕业之后你会发现，还不如早点去社会上赚点钱，因为你也找不到什么好工作。我还是那句话，并不是这些人不聪明，而是大趋势如此。对，我们都是，对。就是随着社会的对这个对，波涛。他其实你说你送个外卖，说实在的，很多的有本科的去送外卖，还有那种，人家提前几年可能没什么了，你还要
他包下了一个城市的哪一个外卖点，说不定你还得给你同学去打工。在我们这里真的有这样，我初中毕业去技校读了两年，然后出来包了个网点，就是那种送外卖的网点，就万一你大学同学毕业了还得来你这里工作，大家也就慢慢的知道了，好像当然每个人比如说你家的小孩子考了清华北大或者是你说的这个985也好211也好肯定还是挺高兴的，但是如果你考的稍微的不那么好，哎，可能就觉得哎呀也就那样，因为大家对这个期望也不是很高了。嗯，我目前我观察到的是这样，就是说你去不去都行，就这样。而且不是最近哦，我相信你肯定知道，就复读的那个复读了16、17年那个哥们啊，那个叫对对对对对，就很他当然有35岁了，可能他直接不能读博了，对，结婚尽量不要读博了。对，就说他其实在我们这里，当然也许有那么复读的，但是我每次建议人家，我说你不要复读，随便哪个学校先出去，因为你复读一年不见得考高。以我目前的眼光来看，有些人复读了一年好像还没涨个几分，所以他还少了。对，到个人上是这样，但是这个我们大数上面去统计是有提高的。哦，是应该是有提高的，但是也提高不多嘛。统计上是你本来对，我相信一年应该提高不了多少分吧。我不大清楚。对，像我有同学是复读了3、4年的这样。嗯，但是我仍然是不建议，就是我觉得不值得。对，我的观点跟你差不多，就是我觉得最多你就复读一年，你这个要么不复读啊。对对对，你差不多能上的话你就去上，因为对我来说哈，你上一个差不多的学校没太大差距。比如说以我来说哈，我不能说黑三大哈，我们这里最好的大学就是山东大学嘛，我老家这里。嗯、山大然后对对。其实对我来说，在我心目中，山东大学跟，好像第二个学校叫什么？山东海洋大学，就不是中国海洋大学，中国海洋。对对对，然后可能我觉得差不多。你甚至再去一个再差一点的，我觉得差不了太多。可能有人觉得你是不是学历歧视？其实，因为以我目前的眼光来看，因为我接触过各种各样的大学生，真的差不多。很多的时候并不是。他的价值观形成或者他的编程技术啊，与上两个大学可能有整体上的正相关、嗯、但是具体的个人来说真的是不见得。我见过的一个编程非常非常非常好的是山东师范大学的，而且人家不是学计算机的。哇真的厉害。嗯、但这种人也是、嗯、但你说是比较少，但是他确实热爱这个计算机编程啊。然后后来其实在我们公司也留不住这种人嘛、嗯、然后后来我看他一路去微软、嗯、一路出国，就觉得这种人是压不住的、嗯、在我们公司就是你一看、嗯、啊真的很好，然后在任何地方都会表现得很好。其实你想、嗯、你如果看他的学历的话，哎好像山东师范大学好像读了什么教育学，就是本来是去当老师、嗯、但是他确实编程非常非常厉害，就这种情况。对，我怎么又谈到这里？好像是我想到了我这个同学去了高校啊，你可以再去讲你去高校的事情。对，然后他其实也挺好的，那个去大厂、嗯，现在有一个大厂去这个，去大专去当老师，这个潮流，对对对，嗯，这个就是能走这条路也不错的。然后我的话现在就是，对，这边就是要求比较高一点，嗯。要求比较高，但是我这几年也不算没有收获，反正就是也因为前几年确实是因为觉得年龄还小，嗯，然后离那个35还比较远，那几年就是就是说跟着这个大老板，我们有时候也叫老板，就是说大组的这个领导，嗯嗯，因为毕竟是这个钱是有一部分钱是他发吗，就是说是他会有个大的项目，就是说然后这部分项目就是说你申请到国家项目或什么，有如果钱多的话，就是你年底是可以把这笔钱里面有一部分钱是可以发这个绩效的，哦，就是相当于公司的年终奖一样。嗯嗯嗯，但是你没有这个项目的话就是只有这个
基本工资，还有你上课的这个课时费啊什么的，嗯就嗯。其实这个钱，那部分钱就是说基本工资这个在就是在上海，你知道吗？嗯，也是非常少的，哦，就是说你还是得搞一点啊，对对，哎，有有些没人有觉这得，种啊？有没有？我瞎猜，比如说你申，假设你今年或者什么，你就申请到了，假设我举一个例子，你申请到了个100万，会不会学校里面就给你扣一笔，学院里扣一笔，然后给你的实际上不是100万？有没有这种？100万的话，学啊。校会拿，对，扣，但是扣不会很多，就是可能不到10万作为管理费。哦，然后有些就看学校，有些学校还可能还会给你配套，你知道吗？看你申请到的哦，国家项目，我再我给再你配些套钱。的再给你一笔钱，然后你会拿到钱更多。哦，是这样啊，因这为有挺些好，国家级的一些项目，给它学那个校长意，脸嘛，哈，相当于。对，它可以学校长脸，它会学校其实会还会给你配套，整体上不会说克扣这个到你，但是这个钱不是到你账上，对对，就是你还是要那个什么哈，这个但是发也可钱然后报啊，销，这个其实高校老师都在天天都在，很多老师在搞什么，天天去报销。对对，我也听说过，每次他们要贴这个高校老师自己在那贴发票，天天搞发票报销，这个对，就是不是经常来学校，然后就是上上课来学校，来学校那么说上完课就在那搞发票。对，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一个，一对，些特殊的一些我觉得有意思的事情，给大家分享。对对对，非然常后这会，几年，然后前几年就相当于跟着我们这个大老板，然后。他就是有一些想法，有些想法你就是，但是是一些到他这个层次，他是比较，他可能会有一些比较难的一些东西，让你去尝试去探索式的一些搞，然后就去搞，然后但是并没有出任何成果，前那几很年。多的时候，因为做科研本来就很难嘛。其实我觉得是有时候哈，有时候我就觉得咱们也太急功近利了，尤其是你搞这种物理的啊，你根本就很难出就是显而易见的成果，你也不是说一两年、三四年能搞出来的，因为我觉得这东西太基础了嘛，而且它一旦搞出来，它就是一个社会价值无限大的，但是你也不能也没说有。就比较大的嘛，然后你很难说哦，你这个老师啊，这3年给我出成果，哎，你想想做多少的实验还不一定什么样子，所以说，因为现我在其实就是说，一篇文章。对于这个期刊来说，它对于你的创新性也要求的不是那么高，就是说，这个创新确实比较难嘛。大概你做了一个，就是说做了一个别人，就是说这方面是首先是有意义的方向，然后，但是你做了一个别人没有做了一个目前没有人探索的一个东西，你做了一下，结果是什么？你去，就去就跟写实验报告一样，你去。写一下，大概一中不溜的期刊是接收的，他们就觉得你这个可以了。所以说，对大家的这个期刊上面对大家的宽容还是可以的。哦，是这样。然后你那种特别突破级的成果，就是说要发新闻的嘛，像经常去看到一些新闻，就是说哪个学校然后做了一些什么突破什么，是吧？这些都是发到一个比较顶刊，我们叫顶刊，就是这个领域上面的。然后他们一般发完顶刊之后呢，就要写一个新闻稿，然后学校、学院，然后发出去。这个就是一般是，然后你发一个普通的，一般就不写新闻是这样。稿。对，写新闻稿的都是顶刊的，一哎，般。就是你如果说那一种呢？因为我上研究生的时候哈，我那个是一个，我们那时候是可以自主选导师的，就你双向选择嘛，基本上你选老师。然后啊，老师这么带一个两个，他也不知道你，你知道吧？他就其实我第一个导师并不是我这个导师，
我那个导师大概带了我一个月，比较年轻嘛，然后他就留了，去了加拿大的叫多伦多大学，然后做什么东西，后来他留在那里，我不太清楚他是要干什么，访问学者还是访问教授这一类。你能知道吗？就是说你有没有机会说，哎呀，在这里留不住，我也可以去一下多伦多大学这样，也很难是吧？现在。对你去出国，那不就跳槽了吗？对，他的意思是，那个什么，比如说他带我的，他跟我们最后跟我们说，他要去待一年，然后后来还不回来了嘛，就再那也就没可回能来。申请了一个访学的一个项目，然后访着访着哦，这种，就跟那边就谈好了，然后就这边辞职了，然后那边入职了呗。我哦，觉也得应是该非常是，非常有可能是这样。那时候他是他也考，算是一个硕士生导师吧，但是。啊，年龄怎么说呀？年龄也有40多岁这样子，但但，是那样整个家庭也要过去，那最后就不联系了嘛。那个，你想待一个月也没有多少感情。后来，学校里反正就把我们那4、5个人分流了嘛，就你自己再选个导师，我就随便选一个嘛。我想想，没人管我更好。我一看，哎，这里有个，人家都会选那种比较大牛的。我选择的策略不一样嘛，我就选哪个好像不太严，因为我一看，哎，有工业界来的，以前他没当过老师，哎，就选这种，说不定能搞一搞，所以我选了个工业你界的导师。个人的选择吧，就是你可能当时想挣钱，对，当时不就，想走这个路。对，有一些我们那时候选导师，实际上哈，就是说他们会有很多院士。但我们是没有机会选院士的，但是我们有机会选院士的学生。然后呢，你其实，人有每个人都有这种小心思嘛。但是我对院士只是仰慕嘛，但是我并不想让他教我也不想让他的学生教我。但是其对，实你选院士的话，一般也是院士的学生来带你。哦，是这样，就是，对，我相信他们肯定没有任何。时间来搞你嘛，你还得选，对，基就本上都选，是院士的学生来带你。反正最后经常是你就会发现，哎，这个院士下面有一个学生，他已经是博士生导师了，这个学生还有一个学生也是他的，这个一系下来，你会发现，哎，这3、4代都在这个学校里，我就觉得，哎呦，这不就是近亲结婚吗？大概一般就是传3代吧，4代的少一点。我有时候就这样想啊，这不是，他们就，但院士确实，所以刚才我不是问你那个问题嘛，就是我说你有没有机会？哎，你老师厉害，他就可以帮你搞定这一些事情嘛。我相信是有机会吧，目前我们这个。就是说，有不些好人弄就是评价目前这个青吧？年基金还是比较公平的，就是国家，就是哦，说是他吧？是应该是，如果高考是最公平的，是吧？不是有些人说高考最公平嘛，然后这个青年基金也大概也能排到前几，是吧？我前五最起码我觉得能排到，这样还比较好，这样还比较就是不说，是有太多对，裙你这带本子关系吗？写好之后，然后就交给，你也不知道交给谁，像前几年。就交给小同行，就说这个跟你的本子非常相关的，的一些人生，我们叫小同行。然后这样的话，你几个电话你就能打听到的。哦，这样。然后这几年就改革了嘛，这几年改革就是交给大同行，就是说，相关，但是不是那么相关，让那些人帮你给你意见，哦，然后是这样。这个范围又大了，然后你。几个电话你都完全问不出来，到底本子跑到申请书跑到谁的手里？哦，是这样哈，这样相对来也说比较公可平。以。如果他相当于是盲测嘛，哈，盲你。测，对，对，他也你不不知道见对方是得谁。了解你多少，是吧？这样会，我觉得是比较好。单方面透明的，就是说你的个人情况他都是知道的，单方面透明，但是他是不能泄露他是谁是的。这样啊，这样我觉得还比较公平，说明我还目是比前较，对是对，我虽然说明我我没有还是中，比但较是阴我暗。觉得，虽然我没有中，但是我觉得这个目前这个机制，就是说也在改革，就是说它还算是比较公平的，能为国家就是选才吧。哦，这样还比较好。
好，你可以再讲讲你这些高校后中面的就事情。是对高校，对，我刚才讲到就是说前面就是跟他做一些创新的东西，太创新的东西，没有出成果。然后后面现在，这前几年吧，前3年，然后我就感觉这个时间比较紧迫了，然后我就抓紧就是搞了自己去做了一些中档的文章。然后今年反正就是今年是最后一年，然后就是比较有把握的，然后最后仍然就说还是差一点啊，就说意见还不错，但是还是差那么一点啊，哦，是是这这样，样子的。主要还是太残酷了，我是觉得。也跟个人经历有关吧，有些人就是。如果刚开始就充足的去为了这个准备，其实是，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啊。对对，可能也也有有点个小人一些失提误。示。我们就说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公平的。然后，后面就是想讲一讲这个创新，就是我哦，们可以。这个，就是因为做科研经常想想这个创新这个事情嘛。可以可以。有些人，比方说，就是我们一些听众，比方说有想走学术的路子的，或者之前有一些走了的，是吧？就是说，虽然我也不算很成功，然后就是讲一下，就是说，就是如果做创新，大概就是说目前就是我所见到的一些人去做，在学术圈去做文章，还是他们是怎么弄的？然后大概分几类人，不同的人可以可是以。怎么弄的？其实这个创新的话，就是说，我们这边就是像我们这个老板就是说讲，就是说，就是说普通的创新其实没那么难，就是说你做出来一个当然就是做出来一个，就是突破性的，能这个突破卡脖子的这种，这是很难的。但是很多创新其实是就是日积月累的，一点一点的。你知道这个领域的前沿在做什么？大家关心的是什么，是吧？然后你去看的时候，你就自然就会想，如果你对这个熟悉，然后你就想，哎，如果这样试一下会怎么样呢？是吧？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其实这个并不用到多少的这个智商啊，你大概这样试一下怎么？然后关键是去落地去做。然后这个就要花精力，然后中间会用到各种这个手段，然后做理论的去，现在就是理论计算也挺多的，就是说有些工作你可以理论去计算，然后有些工作可能理论计算还不够，还需要做实验，然后把结果就汇总一下。然后如果一般的话，目前就是写一篇，就是说你可能，这个目前就是说期刊、学术期刊上这些文章嘛，他们目前去发表的时候，比方我去做了一个事情，然后等，现在大家都不平铺直叙，就是写这个学术文章，你知道吧？大家都不平铺直叙，就是我博士的时候我还没有体会到这一点，然后后来就是体会到这一点，就让我做了一个结果。我要找里面一个，不那么平庸的，就说不那么，平庸的一个结果。然后，对，我把那个点提炼出来，然后就围绕那个东西，就是说那个东西，就围绕那个东西，然后把你的逻辑重新理一遍。然后我们发现了一个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呢，你把这个东西。然后围绕这个东西去写一篇文章，然后这个东西里面呢可能会附带的把你其他的结果放进去。对对，你说起写文章来，我不是前段时间我采访了一个叫安博士的嘛，然后我跟他交流的时候，他也是博士嘛，他要投这个文章，他的意思是说他的文章会被拒了的时候呢，实际上是发给的就是你所说的同行这一类，对。然后去审批，但是呢，那些审批的人反馈回来，他就说他能感觉到人家不懂，而且呢，他不是投稿吗？
人家也会把其他的投稿人的文章给他，结果呢他发现他也不懂，但他还要提出一些意见，就是有时候我说他是审稿人，对对，他是审稿人，有时候他就想啊，这个隔得实在太远了，就是把人家拒掉了，说我不审这个文章。我不知道中国这边是这样吗？所以说你要做好这个心理这个预期，就是说我们其实现在目前投的都是国际期刊，国内期刊，国内期刊是一般啊，审稿人是国内的啊、这个我不太了解，反正就是一般的话，他们编辑会找的话，如果找不到，他们可能会再重新找，就是这个周期。如果你做一个比较偏的一个方向，就会找审稿人就会找好久。对对对，他说这个半年都是正常的。嗯，然后可能这半年可能一半时间在找这个审稿人了，他可能是也可能，像我后面有一篇工作，我就做的那个比较热门，然后就很快，哎，很快审稿件就返回回来了，他就是都明显的感觉到审稿人非常非常好找。嗯，就做这个人多，然后好找。对对对，是是，然后大家，所以说大家就是现在有一种科研就是，找热门方向的。嗯，对对，但这一方向也卷呀。也卷，对，也卷。对，你冷门的说不定还人家为了弄一下，哎，上一个冷门的说不定还好发，越热门的是不是越难发？也不是，越热门的反而越好发，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这种期刊他都希望每个期刊他有一个，他也跟一个高校一样，期刊他有一个等级嘛，有的期刊好，有的期刊不好。嗯，他们编辑他们就想把自己期刊去排名往上提，他们那个排名看什么？就看影响因子啊。哦，对对对，我知道这个。影响因子就是影响因子，就是我这样一篇文章啊，被在一年内两年内被啊引用，那我热门的文章我肯定被引用人多。对对对，这个是吧？对，跟这其实谷歌的算法也类似于这样嘛，就是你好的链接我引用的多嘛。嗯，对对，然后这个是一种，就是科研，然后去做，然后去刚才就是我讲的写嘛。嗯，但是这里面就有不同的人，就说有的人会写，他就是说做了同样一件事情。嗯，有的人会写，他会把里面的点抓出来，然后他会重新再围绕这个点写一个故事，写个逻辑，然后把数据去支撑你这个那个点。但是另外有一部分人，他们可能就这个能力就不是特别够，但是他做事情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可能对够的，可能比那边做的还好。对对对，这很正常，这很正常。对，就是在你把这个东西写出来的时候，是，就是让读者或者让编辑那边看，对，然后这样就会分出来不同的层次了。对对。所以说，国内这边，国内科研做得好的，然后他们去各种，就是说国家级人才的什么的，他们肯定都是，故事会讲得很好的。对，这个很重要，这不只是你做科研好，任何地方都是这样，你追女的也是这样，就是戏要演得好，包括这工作也是这样，你可能没有在社会上工作的经验，我可以告诉你，工作的最好的就是报告写得好，反而你说你写代码，反正大家都看不懂，你要把自己包装得很好，这个能力非常非常重要，就是说与人交流的能力，忽悠嘛，简单来说，忽悠的能力要好。嗯，对，还有那个，一些写一些项目，不是找投资的那些写 PPT。对呀、啊，对呀、啊，你说人家贾跃亭是吧？对，贾跃亭，说起来我们来谈吧。贾跃亭这8月15又发那个什么了，又发视频来祝贺大家了。那句话说的贼逗，说我去遍了好多国家，最希望的还是赶紧回家。这话笑死了，他要赶紧回家。哎呀，在国外待久了，非常想念你们。他永远不回来，下周回国。对，那讲故事很厉害。嗯，对，会讲故事。就最后节目最后，我都是请人推荐一些书，或者是
电影或者是游戏都可以，都可以。我推荐一下，就是陈佩斯吧，陈佩斯早年那个电影，哦，对，哪一个？他还拍了好几个，所有的。其实对我就是你就是我们小时候当时那个其实不那个资源不多，当时看的那个是那个我看了一下，我之前看的那个当时不知道名字，刚才查了一下叫《赶场》。赶场啊，他就是跟朱时茂，然后两个不是要去拍，就是一个短，应该不是长电影，是个短电影。那个在一个汽车嘛，汽车一会儿出各种毛病了这我看过，他吧？最后刹车还坏了，他伸个脚去刹车，对，用脚刹车，然后最后自己对，拉着车。陈佩斯的东西我那时候是超喜欢，后来对。他单因为版权的问题，他跟央视闹掰了嘛，然后央视再也不对，用他了。他现在做话剧，说实在的，我去看过一次他的话剧，就是他现在在拍话剧嘛。话剧是不让录的，是吧？我不知道哎，但是你只网有上是在没现有。场哦，你应该我不知道是不是让录，因为我看起来他们话剧的话，你不好像好是不录让录吧？的。哦，你应该是。他们会出来谢场的时候，哦，真的鞠着90度的躬，让我觉得啊，真的有点，就是说，我去看过一次话剧，陈佩斯的，但是不好笑，因为我的意思是你要去看一个好笑的，在我印象中他是一个笑星嘛，但他的话剧不是给人笑的，你知道他吧？现你在觉是不是得？更讲这个内涵了？对，是这样。他年龄大了，更讲内涵。对，可能是这样。他在弄话剧，后来我也看过他采访，他不是没有钱了嘛？他有段时间是没有钱，他跟他媳妇是包了山，然后种橘子，就咱们家的橘子，然后卖橘子赚了多少钱，然后也继续搞他的话剧事业。那个现在在搞话剧，现在他在拍短视频，跟他儿子拍短视频。就是说他可以，就是说现在可能听你这个，播客的，就是有些可能会年轻一点，是吧？对，不他知们没道，见过，没见过。对，不知道我们当时八对，十年代的时候，中国还有一个就是当时应该是。喜剧，他就是自己就喜剧之王占一多比，半了，对，对，喜剧之王嘛，那真的是喜剧之王。那时候春晚是他是压轴的嘛，后对，来才成了还是赵这本个山吗？赵本山，但赵本山我觉得比他还是哎，第一个档次了对，哦，但我觉得是是第一个档次。因为他后面就没有拿闹掰之后就没有再拿什么奖，就说他，对。对，可以，我们可以推荐一下这个，看看，如果有听众愿意看的话，就是也不好说，有些人现在，我们每个时代不同，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好了，现在人觉得啊，演的啥呀，都是有可能的。不过你知道，既然说到了陈佩斯，再多讲几分钟吧。你知道陈佩斯的名字的来历吗？佩就斯，是布达佩斯的哎，佩斯嘛，对，他哥哥叫布达。他爸爸，他讲的嘛，他爸爸去那个啥，第一次去国外啊，去的是布匈达牙佩利斯。吧。布达佩斯是匈牙利的吧？应该是吧？对，匈牙利的。对，然后发现哦，匈牙利原来这么好，然后回来给小孩起了个陈布达跟陈佩斯，他兄弟两个哈。对。对，看来你他也爸知道，陈也强是嘛。这个，对，也是演员。他爸跟他拍过那个电影。也是电影，叫二子吧，还是叫什么？忘了，陈强嘛。对。好，你还有其他的推荐的吗？其他的这是电影，然后书的话，如果有这个，书的话就推荐一下，也比较小众，就是那个。如果有就是高中的什么的，可以去翻一翻，就是那个钱钟书的《管锥编哦，可以，但不过高中的应该都读不懂。》，就是翻一翻，不要全看，哎，就是说翻一翻啊。就是这可里以。面，我也是前段时间才看，然后感觉个别的地方还就是讲得很精妙。这个我知道你也是喜欢一些古文，这个你看没？对，好，对我来说也非常难。我也只看了一段，我没有看完，这非我常只非常看了，难。因为我试图理解他，人家说他的里面，因为他不是最后不再讲话了嘛，
人家说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他的这个管锥篇上，我也试图理解他的整个思想，因为我非常喜欢看他写的《围城》吧，但是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难了，真的是学贯中西的人，我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我试图理解他吧，其实我看了还蛮多，但是每次都就是知识量是不同，实际上你是看不懂他在讲什么，知识量低。他大概就在讲这个，我们从他开始讲毛诗，然后后面又讲，就是这些经典嘛，《史记》他也讲。对对。他里面会挑一些篇，然后这个经典里面的一些话、一些词，然后后面又怎么去演化的？他更注重于，他就我们之前有一本书叫做《古文词典》，就是说每一个词在古文里面什么意思，怎么演化的。他好像这本书一直在讲这些东西。哦，然后我想举个例子，就是说，《诗经》里面他讲了一个叫“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是吧？有这句。然后他就会讲“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然后他就会讲后面后人就会不断的去化用这种说法。然后到唐朝的时候有人写一个远树依依如送别。有一个这个，然后他就说这句话其实是就是说取用这个诗经的。然后呢到这个李商隐的时候呢李商隐就写了一个，就说也写这个杨柳这种这种送别的这种意思嘛。李商隐就写了一个低远意相随。他就里面就没有柳杨没有柳。但是那个意境呢都在。是这样。他就会比较，就是说我们就是后面，就是说历史后面这些大诗人啊什么，这些诗词这些大家，他们其实很多这种诗句啊都是可以在诗经里面去找到源头的。是这样。他还会讲这个，对，甚至刚开始讲意境嘛。你会发现《易经》里面每一个字，每一段话，你就是你单独看它其实没有什么意思的，但是它会给你讲后面的人会怎么去化用它，然后怎么去用它，然后后面的人一些意思其实都是来自于这个里面，就是我们中华文化它的根基真的是在那个里面。对，是，反正这个是里面也有，他还我记得哈，他还引用各种嘛，也引用《西游记》啊什么，他都有，里面都有。但是对，《西游记》里面的有些东西，也是从《诗经》里面什么的过来的。对对对，但是他有一点啊，他说了一个我不知道你知道那个叫吴祖湘嘛？吴祖湘他哥们儿，就吴祖湘嘛，然后说他那个什么。说哎呀你这个管锥篇他说是他的笔记嘛，就是前头说对对对，他说是我的笔记，然后呢这个吴祖湘评价说啊你的笔记啊就这样写，但是呢你的笔记中是你为什么不写写你自己的，因为你写的东西也很好呢，然后呢这个钱钟书就回了一封信说哎我没想到我的书你也读不懂，就这样就他是说哎呀我的书你也读不懂，说明他这个书里是有深意的，而不是仅仅是讲这样，但是有什么深意呢？他也不说是吧？深意呢？他个别的地方会引申一下，会讽、会有点讽刺的，就是说当时的社会有一点啊、对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它更大意义还是在，我觉得是真正的，就是说让我知道，我们目前的，就是说，特别是之前的古文言这种文学，都可以在这个《诗经》里面，甚至他还会就是说他学贯中西嘛。对对对，里面是，对，他会讲，比如说柳这个意象会有思念的意思，然后西方里面，他们也有类似的意思，然后是是是一些例子，对对，他也会讲，他在英国是什么也有类似的东西，他就写出来英国是什么样子。对，
对对是，他对这个东西很感兴趣，所以说他会收集了大量的这种东西，然后那种叫写俗语啊，或者俚语啊，或者是什么的？因为我看过，我看我实际上，但我没有看完，那太厚了。我相信有100多万字肯定是有，我不知道有没有200万字，但是有个，我看的是400还是500本，我都忘记了，反正是4、5本的那个。现在我不知道你看的是几本，我记得是我见过的那一套是四五本的样子。我倒建议的是，他那个真正的通读下来真的是很难很难。我觉得，对对对，我就是说，如果你对哪一个《史记》啊，或者是《诗经》啊，哪一个篇目感兴趣，哎，你去看一看钱钟书他是怎么写的，我觉得是做一个手册去查一查。是因为我应该，他《史记》实际上是写了比较大的篇幅，有可能是最大的篇幅。不是不对。是，但接近最大吧。还有就是那个死的比较早的，给那个老子著书的那个王弼时，在他这里面也有。不是有一个25岁就死了的那个王弼时，王弼就叫王弼，我记得是25岁他死了，他给老子做注解嘛，他那个，会对，他会讲了很多注。对，他，我大概就看了这一点，然后《西游记》的那些我看了点，但是整体来说我大概能读懂一点点吧，我读不了，我也没读多少，就说就看了一些，就感觉，就之前给大家印象嘛，觉得这里面。大家就会不会去碰。然后，其实我就是建议，如果你喜欢哪一个，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参考书，你翻一翻，看他怎么写的。可以可以，就是大概好，就是我的推荐啊。可以可以可以，就这两个是吧？一个嗯，是陈对，因佩为这斯，一些个我就是，挑个小众的，因为可能我不推荐，应该没人会推荐。对。好嘞，嗯，要不今好，谢天谢。聊到这里，非常开好。心跟你聊天，好嘞。好，谢谢，好，再嗯，见谢谢东啊，哥，嗯，再见，有机会聊。